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智乐会，我是小小。相信很多小伙伴对海狮都比较熟悉吧？作为海洋动物，它的性格也是比较温顺的，而且与人类的关系也非常友好。看这只海狮游累了，就想要借助人类的船打个顺风车。只见它摇摆着身体爬上船，没想到这家伙上来后竟然主动伸出手与人击掌，这动作看起来相当娴熟。不过有时候它们也非常调皮，看这位小女孩坐在岸边，海狮看到后突然跃出水面，一下就把小女孩拽到了水里。幸好有工作人员反应快，赶紧跳下去将小女孩救了上来。这天游客刚离开，回来就发现海狮霸占了自己的躺椅。不仅如此，其中两只海狮还大秀恩爱，只见两个圆滚滚的身躯挤在一起，雄性海狮甚至还将自己的鳍搭在了雌海狮的身上，游客莫名其妙被喂了一嘴的狗粮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